一个人有多少孤独，一个人有多少伤悲，一个人一生要别离几回，一个人究竟能一个人要面临多少挫折，一个人要经历多少风霜，一个人一生要别离几回，一个人究竟能相遇不再深情，是否还愿相聚在一起？当一切都已过去，什么才是最美的回忆？若真能够轻易地忘记，回忆是不是变得太多余？这些谜题，请你来思量，这些谜题，请你告诉我。一个人有多少孤独，一个人有多少伤悲，一个人一生要别离几回，一个人究竟能爱几回。究竟能爱